水晶髓为您悉心传授，修身养性，指引健康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功夫者和泰安蛟龙武馆联合冠名的形意拳教程。我是本期的主讲庞超。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是形意拳、劈拳、钻拳合一的技巧。如果大家想看更多的教学内容或者与我联系，欢迎下载功夫者手机 APP 或者到我们的官方网站。那么我们就开始吧。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需要给大家演示一下你在做劈拳里如何带上钻拳的动作。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钻拳的动作。我们侧向45度给大家演示，我们定住了钻拳，定住了钻拳的动作，就定住钻拳的动作。那么我们定住劈拳的动作，三体式站好，用身体。好的，这是两个动作。那么我们如何化二为一呢？这就需要牵扯用力的一个技巧和练习的一个技巧了。当我们通过钻拳把身体产生一个横向的力量之后，通过劈拳身体产生一个上下的力量之后，我们再练劈拳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把左右的力量带上。怎么把左右的力量带上呢？同样是定住劈拳啊，同样是定住了劈拳，两个手放到中线上。好，首先身体左右移动，通过左右把手带回来，通过下蹲把拳收到胸腔，通过继续下沉把拳劈出来。那么这样一个简化的动作就出现一个十字啊。如果我们从上面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出现了一个十字。首先身体左右旋转把拳拉回来，同时身体带着就后靠的一个力量，左右旋转把身体拉回来，然后呢竖身起钻发上下肘，左右上下，左右上下，左右上下，这样我们的身体就具备了拧裸钻翻除了竖展之外的各个方向的力量。左右是身体的一个横转，我们钻拳培养出来的，上下的一个下沉，包括身体一个前后的一个纵向的移动。那么这个动作，所以我们钻拳入门以钻拳为主。当我们具备了左右之后，这个复合的力量、六合的力量就比较容易体现出来的。那么我再面向镜头给大家做一遍示范。当我们手放在这里之后，两个手在中线上，首先通过身体左右和上下，左右和前后把手拉回来，身体上下运动发出去，这也就像是心意六合的这个心意六合的这个动作，鹰捉的力量，左右劲上下劲复合起来。这样的话你的后腰会很累啊，后腰会很累，会大腿后腿大腿的规律，这个锻炼效果是非常好的。好的，以上呢是我们所示范的通过这个左右和上下复合起来的这样一种力量。为什么要钻拳和劈拳的左右劲和上下劲要合一呢？我们首先做一个解释。当对方撑住的时候，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一种情况，因为在实战中它不可能是两个手撑住，这样的话呢它的结构会比较牢固一些。那么我们做一个劈拳的话，如果好多像我们平常好多的朋友打劈拳是一个直劲儿的话，仅仅只有一个直劲儿，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双方蹲好，我给他施加一个直向的力量，他往旁边一转，我就被他给扔到一边去了。再示范一遍啊，这是直劲儿的一个演示，我往前使直劲儿，对方拍我，然后他的手就可以击打我。这是咱们平常练形意拳、练劈拳练的最错误的一个动作。劈拳不能只有一个直劲儿，一定要配合一个左右的劲儿。咱们经过了钻拳的一个左右的变化，当对方横我的时候，首先我们左右要控制好，不要让它横动，再横就行。控制好，不要让它横动。这个时候对准它的中线，再施加一个劈的力量，就可以把它给打出去。再来一遍。当我们施加力量，对方横我，迅速的变劲儿，这个时候再做。所以呢，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到，
我们的不能被它，必须要先用左右控制好方向，对方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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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用左右劲控制好方向 OK， 它横不动了，这个时候再走，才能够发出这个劈拳的力量来。所以呢，我们单纯练行军拳，单打一个劈拳的直劲的话是不对的啊，所以需要钻拳和劈拳左右劲和上下劲配合起来来练习。当然呢，在实战的过程中，对方一般来说都是一个手，都是一个手，就是在这行面推推，都是一个手接手。我们一碰他，他会挡住，这个时候他还会拨我。如果你只是一个直劲儿，又被他给拨走了，就被他给揍停了。所以呢，我们打拳的时候一弄上，对方拨电劲儿，不让他拨动，这个时候再发，就很容易把他给发动了。甚至是我们接手，对方横拨我，我只要是不被他拨动，这个时候直接起钻。再拨，直接起劈都是可以的啊，所以一定要有横劲儿，没有横劲儿的话，这个力量用不上。好，感谢各位。好的，刚刚我们讲解和演练了形意拳、钻拳和劈拳演化成一的这样一个技巧演示，希望大家注意，以后只要是我们练过的拳，那么每个拳里都带着以前练过拳的影子。好比我们有失去的武林中讲蛇形崩拳，当我们练习了崩拳之后，当我们身上有崩拳的东西之后，我们再去练蛇形的时候，崩拳就顺着就出来了。两个崩拳，一个是朝这样，蛇拨草，蛇吸食，都会有含有两个崩拳，包括蛇出洞，都会三个崩拳，总共是三个崩拳，都会有崩拳的这个身法啊。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讲崩拳，咱们就是说这个道理。今后无论我们过渡到十二行中任何一行，都暗含着以前五行拳所培养出来的劲力，所以形意拳为五行拳为体，练功力，十二行为用，啊，十二行通过各种招数套路，把这个前后上下左右的劲儿继续的强化深入它，啊，这是形意拳的一个练习的体系。那么大家了解了这个道理之后，以后练习形意拳就会发现越来越简单。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越来越简单的一个拳啊。以上是我给大家所演示的一个钻拳和劈拳合一的一个技巧，感谢大家。